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第八 TV Network 高清游戏频道在上海海怡数字影城为您带来现场直播的盛大游戏龙之谷 DWC 全球总决赛中国区决赛现场。我是主持人卡喵，坐在我身边的是刚才为大家带来了解说的幸福君。我是幸福。是的，幸福君在看完刚才的比赛之后，我们最终胜出的是妖精的尾巴和变形金刚两支队伍，你觉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可以为大家总结一下吗？妖精尾巴不用多说了，三个队员都是非常的强的。那么变形金刚的话，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够稳住心态吧，能够打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格就可以了。像我刚才印象比较深刻的，像变形金刚的这个阿和，本人也是长得非常的清秀可爱，然后这个我觉得发挥也是相当的好。你觉得对这几个队员最看好的是谁？可能变形金刚刚刚在跟EAG 打的时候，没有说太多给他们其他队员展示的一个机会吧，可能还是比较不太了解。但是总归话说回来，打到这样的决赛的话，其他也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就是说加油吧。是的，包括这个妖精尾巴这次比赛当中啊，也是相当备受看好的一支队伍了啊。这个我刚才也说过，在我们的一年当中的比赛，其实我一直看妖精尾巴一路以来都是算是实力非常强，一路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都是顺风顺水打过来的，基本上没有看到说这个有什么副场出现。而且这个不得不提的是啊，在我刚刚开始做这个龙之谷的解说的时间以来啊，莫玄当时是被讲说是这个无冕之王，因为早期他还是比较的，就是说也没有说拿到很好的名次，然后就是在比赛当中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吧，没有能够让他发光发亮。然后结果在我开始解说之后，这一年当中啊，他是几乎是垄断了国内大大小小的赛事啊，感觉各种比赛之中他都能看到他的出现，并且在每一场比赛当中他都能拿到非常好的名次，打得非常的漂亮。我觉得这真的是让我觉得中国的选手也真的是实力相当强的一面了，算是。怎么讲？龙之谷的比赛每一年都有，那么每一年有玩的人，每一年有新的人进来。那么，总的来讲，今年的这支中国队，它是代表了中国国内最强的一个水平，这个是对我们观众来讲是不遗憾的，因为我们能看到最强的一个打法以及最强的一个阵容。那我们可以从中学到非常多的东西。那么其实胜负我们况且先不说它，只要大家放平心态吧，比赛自然它就会那样往我们心里面想要的那个方向就会去了。对，像我就经常讲说，对莫玄啊，看他打这么多比赛，对莫玄了解还是相当有的。像他的这个打法虽然是他自己自成一套的吧，我觉得像他每次只要是他打，他起手式基本一出来就知道这是莫玄，他就是打法相当独到，非常好认。可能我们这些人玩的比较久的人很容易认人的吧，有些人他一个技能或者怎么样的打法，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这个人是谁，或者他这个人的对对对他这个人是不是很强，或者他这个人是不是个菜鸟，那你看两下你就知道了。是，虽然我是一个就是战斗力只有我的渣了，但是感觉我反正一年当中这些比赛直播下来，算是这个也算是一年中总结了吧，最大的一场比赛。那么我觉得一年当中看下来，真的是对这些选手有一些相当的了解吧，算是也算是能看出不少选手的打法了，感觉大家的实力都还是相当的强，一直以来也在不断的在完善自己。来做一个就是说更高的就是突破自己嘛，然后每次都能带给我们就是不一样的比赛，都打得相当精彩。我觉得这一点国内玩家们都应该是相当欣慰，就是一直国内都有这样相当高水平的人一直在出来，我觉得还是相当可喜可贺的。我们以前大家都会讲啊，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他中国的选手为什么他们那么强，他们好厉害，为什么他们也不是说一天之内他们就能拿到很强的一个高度。对的对的，都是从一个小菜鸟被人虐打的。我也这么讲，我小的我不是我小的时候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以前
玩龙之谷，比如说可能会比如说花也有被虐的阶段，花很多的钱，但是呢就发现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心里就不平衡，而想为什么，哎，为什么我打不过别人，然后从那个时候就慢慢自己去练习，这样去从中不要怕被虐，那么慢慢就会变成稍微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高度了。就像我这个曾经这个教我打工程师的这个算是国服相当犀利的一个体术工程，他这个告诉我一句话，说这个被揍的多了就扛揍了。谁啊？让我想一想，是不是？想想谁？我认识他，我认识他，认识他，所以是谁？我一定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突然间有点想不起来。西行寺悠悠子。啊，对，就是他。对对对，是我们国服当中啊相当有名的一个体术萝莉了。他以前在打亚洲杯的时候，也是跟 Paston 他们跟黄宏他们。我其实想讲亚洲杯的时候特别紧张的就是他。他就整个当时是我后来就是听就是 Paston 他们讲啊，他当时在台上做紧张，整个人都在抖，都不是手抖的问题，是整个人都在抖。然后后来好像就是发挥并没有非常好，也是很遗憾。但是像他在体术方面的这个成就吧，算是也算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包括在我们这个很多的论坛啊，然后都有很多出了很多就是说教学，然后也有就是也教过不少的人吧，我觉得，然后也一直在坚持着打体术，包括到后期啊，就是工程师吧，算是工程师的各种小技能都被削得非常难看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都还是在坚持着打体术，我觉得也是相当值得坚持自己提一下喜欢的那个职业，一定要坚持到底。对，你这是说我没有坚持到底吗？没有、啊、我现在还是依旧爱着工程。你可以说你玩游侠是为了想要用萝莉去打游侠啊，这个对吧？倒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开始就是逐渐的，就是因为自己 PK 手比较残，你知道吧？可能我们区域大神比较多，因为 PK 手比较残，后来就走上刷图党的道路。现在讲起来好像很心酸啊。其实，龙之谷这个游戏的话，哦，我们现在看到比赛的话，也是进入到玩家介绍。对的，没有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妖精的尾巴队伍的三位队员的一个特写，这样子。好，墨玄可以朝着屏幕挥挥手吗？啊，墨玄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位选手，而且我们私底下有这个有交流，墨玄本人是非常幽默的一个人。是吗？对对，北京味儿特别浓。北京人。对，就北京味儿特别浓，然后就是讲起就聊起天来就特别幽默，特别风趣的一个选手，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爷们儿是吧？都是爷们儿。哦，我们看伽马大神，伽马，伽马大神感觉还是比较活泼的一位选手啊。虽然感觉是就是本来一开始我在昨天刚刚他过来这个拍我们的这个采访的时候啊，我见到他本人，觉得他可能会是比较腼腆的一个人，没想到他还是就是。看似腼腆，但是实则是非常奔放的一个。哦，我看到这个是炼尸人战神，一个相当有名、相当犀利的一个战神啊！相信这个一直在关注龙之谷比赛的同学们一定非常的这个熟识他啊！这个是炼尸人的本尊啊，本尊就长这个样，大家快看啊！这个在我们的屏幕下方也是会出现他的资料。上海某叉叉叉叉影院，赶紧来看我们。线下的比赛吧。在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上海海艺数字影城，啊，叉叉叉叉什么的，为什么要和谐？我不知道叫什么，我没记住是吧？好吧，我们幸福君今天也是远道而来，感觉也是非常的这个高兴能够再次见面。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支队伍呢是变形金刚阿和。变形金刚。我刚才讲了，长得非常清秀的阿和。是好，看我们现在可以在屏幕上方看到在现场准备中的阿和。我听说啊，阿和的照片自从登在了官网上面啊，有无数的这个女粉丝留言说要为他生孩子。我要为你生孩子吗？对对对，好像有无数的女粉丝留言说要为他生孩子。某我要为你生孩子，哇，下面一个你这个死鸡佬。结果是个男的来留言要为他生孩子的吗？我忽然觉得我们的这个比赛又尺度又开始有点突破了，我们一定要 hold 住。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另外一位选手，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可以看到他的游戏 ID、名称、年龄以及游戏当中的职业。
我们这个变形金刚这边三位队员感觉表情都比较凝固，感觉好像都在想略紧张。接下来这个应该怎么打？应该怎么打？对对对，而且我估计他们现在在游戏当中也有在打字交流。这边他们在聊什么？我最后看到他们在聊天，中午吃什么？中午吃鸡腿。我刚才以为大家现在这个表情特别凝结，是不在想是比较紧张，结果大家在商量吃什 么, 吃鸡腿，感觉好像这个一早上这个打下比赛来，大家也都是耗损精力非常的多，然后感觉现在大家都饿了。我们也是略微的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准备一下。准备一下的话，我们应该马上可以开始到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 三方的队员啊，应该是这个墨学伽马释然对上阿和迷音和小布，是念小布吗？应该是小布吧。眼睛有点不太好，是小布还是小欢？啊，你眼睛比我还不好，那就算了。我感觉我一直眼睛都非常好。这个刚才阿和的战神我们也看到过，打的打法相当犀利，也算是打的比较激进的打法了。对，还是很期待他这个一会儿遇上释然。你我们俩就是略微的下个外围，你觉得如果说阿和对上释然的话，你觉得哪个会比较有优势？哪个比较有优势啊？都是打内战，优势的话怎么讲？我觉得其实版面上的优势就不是画面，就不是优势。为什么？在线下打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比了一个心态，就是比了一个心态。好吧，咱们还是不要猜测了，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戏画面到底是谁比较占优势。这里是由第八 TV Network 游戏频道在上海海数字影城为您现场直播的龙之谷 DWC 全球总决赛中国区决赛第一场比赛，由这个妖精的尾巴对战上变形金刚。同时收看网络直播的观众可以关注龙之谷官方微博或官方网站赛事专题站，与我们进行实时的赛事互动，届时会有非常丰富的游戏道具、实物礼品以及赛事纪念品等为您送上。好的，现在我们进入到了游戏画面，看到的是阿和对战上的妖精尾巴，首先派出的是伽马。